안녕하세요. 연희입니다. 에어스 아스입니다. 아니 저는 무슨 데스네임 今天呢就是我们要开箱海底捞的就是自助火锅套餐番茄牛腩的火锅。我本身就非常喜欢吃番茄汤，然后还有牛肉，牛肉真的是非常的好吃的。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像给人家在外面住，然后你比较不方便煮东西、单身汉，偶尔你想要吃一个一人火锅，就是真的蛮方便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来开箱了 ，Ready Go！ 第一步骤呢，我们现在把这拆开。这个呢是你只要煮15分钟，马上就可以享用。那里面有含的是番茄火锅底料、牛肉包。然后菜包还有粉丝跟鱼豆腐，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它里面大概有什么的，你来秀一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这个餐具包，然后呢还有这个菜包，它是有酱腌菜啊，一些有的没的这种。这个是牛肉包，它火锅底料那个。下面这个发热包你就不要动，它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的。真的不得不说，大陆的火锅的汤底底料都蛮好吃的，真的。现在目前已经加的差不多了，几乎都加进去了吧？这就是牛肉、粉丝，然后那些料啊，还有这个汤底也在里面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把食用的水加在这边，还有里面刚刚的水。我们先加刚刚里面的水下去好了，可以了吗？好 okay, okay, ，OK OK， 我们再把这个锅放进去，倒水下去，对，然后一样到它的注水位哦。啊，你要我有听到？有开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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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不是有点太？快点，你动作快，动作快，先把刀，好想吃吗？我们来吃吃看，哇，刚刚有吃到还好，还好吧？我觉得还好。还不错，越吃越香，这个很出乎意料的好吃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完全没辣。准备来开箱，哇，仙气哇，整个仙气。来帮我扶一下好了，我们往上再微微的给大家看一下。好烫啊 ！Shit！ 然后我们要来试吃看看真材实料的牛肉，很干哦，可以吗？粉丝煮的刚刚好，就是也许是因为它这个番茄汤啊，味道是比较是那么重的，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很跟火锅融合。萝卜有萝卜味，萝卜当然有萝卜味啊，大便也有大便味。其实可能是我刚选到的那块肉比较干，因为我刚吃另外一块蛮好吃的，神圣的一勺，可以吗？我觉得没有很浓哎。这次的话，你给他打几分？7.7，满分10分给他7.7。他喜欢喝清淡，因为我喜欢浓的重口味的，所以我大概给一个6.5。第一是他的料也蛮少的，而且他其实这一个火锅酱也不便宜。但是它方便，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你直接加水就煮了，实用性方面是还不错，是可以，这可以给10分。口味的话呢，就是当然也是现煮跟这种有差别，对。我们要来吃吃看，那因为呢，它这个真的是非常辣，所以呢，我们两个会一起吃一只。我现在吃第一口。好紧张！靠！好辣！快点，救命武器！这个我承认，这个连我都觉得好辣，一靠近舌头就真的很辣，好不舒服。吃这个根本就是虐待自己耶！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了，希望你们会喜欢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网络上找我看。然后现在真的很多，这种自助火锅也有，就是。整套的那种炭烤也有，然后一组也是1000多块，蛮便宜的。两个人在家里吃的话也刚刚好。现在的网络很便利，网上很多这种就是可以直接在家里现煮的东西，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帮我们按个赞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，再帮我留言，谢谢你们，拜拜，拜拜。很辣哦。